美食妈妈在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间餐厅啊，是真的很划算，因为店里提供了30多种的虾料理，只要花399就可以让你一次吃到饱。30几种虾料理花样多，不仅看得眼花缭乱，只要花399就能让你一次吃到饱。口味很多哎，对啊，还有泡菜的，真的很厉害。虾子大餐炒只料理就属胡椒虾。 一只只倒挂在瓮边的虾子，整整散发浓烈的香气，不断诱惑蠢蠢欲动的食欲。整个胡椒的味道有渗进去虾肉里面，而且吃起来就是有呛有辣，很不错哦。选用15公分的新鲜草虾，再来请虾子入瓮，倒入大量的米酒和虾子作伴，以及店家特调的胡椒粉。 这是做出与众不同口味的关键调味，里头除了10几种中药材，还有会带出甘甜味的甘草。大火滚煮，加上不断的摇晃，瓮中汤汁逐渐收干。这个时候竟然拿出秘密法宝。我们会使用吹风机去吹，是以防说我们虾肉在火炉上，一直在那边烘烤，导致虾肉变硬无汤水。 就没有那么好吃。那我们用吹风机直接将外皮收干，而不导致里面的汁收干。胡椒虾结实 Q 弹多汁的虾肉也带有多层次的气味。如果不爱重口味系列，尝尝日式寿喜烧虾吧，以甘甜的滋味虏获客人的心，还让客人 DIY， 让吃饭也变得更有趣。利用手机点菜提高效率，无形中就能接下更多的客单。 这家以虾子为主角的餐厅，口味多，选择多，还可以让人吃很多。想要知道还有哪些独具特色又能一物多吃的美味店家吗？